看起来好像一片海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大片。你惹了众怒，我跟你说。你又惹了什么？抓过来！你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，像个男人一样过来。单纯不防。你怎么这样说我们呀？是我们。孙志贤，你把墨镜拿下来，一副大明星的样子。我们都助理，怎么回事？这旅游团要散呢？赶紧上车喽！纪凡，我给你换个帽子吧。你让白的给我。好。你的头竟然跟我差不多大，就脸大一点而已嘛。嗯。你的头是土豆型的。要气死谁 ？Hello， 请叫我东方女魔头。一叫做布丁布丁小公主。姐姐，请夸我们美，是不夸？就只能用美。出发喽！新的一天开始，恭喜我们的七七和一一正式进入新的阶段。切！一一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我愿意。我总是这样。就跟我在一起的朋友很容易有恋情的，所以我也快了是吗？你应该快了，真的吗？好期待啊！今天开始，大家看到琪琪和依依啊，亲亲小嘴儿，牵牵小手，也不要太压抑啊。不，我这个柠檬精一定会出来捣蛋的。柠檬树下有一颗柠檬精 ，A wonder how, a wonder right。各位游客请注意，各位游客请注意，我们今天的旅途正式开始了。现在先去看几个比较典型的雅丹景观。哎，那雅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雅丹它是一个维吾尔语，就是一种地貌，流水沉积加风力侵蚀，它就是海底的沉积岩。你看见没？那个一层一层就是沉积出来的。鬼斧神工，真的是伟大！哇，这里真的好看！哇，太好看了吧这里！啊，我们到底上了？哎，这有回音哎！我被吹飞了，还有回音，大家可以在这儿吼两嗓子。宇宙，我爱你。它这里的一种风景就是很壮观，视觉也特别的开阔，非常的激动。到这种地方来玩了以后，整个人的心态都会变了，开心。我真的特别热爱祖国这些河山，每一次都会很激动。你们看那个外星人头什么？哦，看见了吗？就这个。你看那个脖子就那样挂在那，上着上着也不掉也不倒。嗯，一览众山小，指点江山吧你。面朝你的右手边，在长咆哮那种。要给你买嫁妆。天哪，宝妈，那不是吗？是。谁叫你进展的那么快呀？啊哎呀！喂，大家回来，我们照个相。啊！各位游客请注意，美到中国心。哦耶！要用我们的 vivo X27，一一帮我拍一张。我们入了他们的境。
你惹了众怒，我跟你说。我又惹了什么？你惹了大池子。惹了就惹了吧，就这样吧。他昨天也吼我了，好吗？我在点歌的时候叫我快点，怎么怎么样？我已经忍他很久了，好吗？但昨天我确实也看到你唱歌的时候吼大池子啊。好了，不想提这个人了，他摆脸色给谁看呀？自己玻璃心碎给谁看呀？快回来吧，上车了，来。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很不舒服啊？我吗？我看你真的很很不在状态是吗？对啊，你们玩得开心就可以啦。还是欠骂。你说前线吗？嗯。他怎么了吗？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说大池子作啊。大池子都作，那这个团就没有作的女生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去哈密市。他一直拉着依依在讲。他拉了依依讲啥？还小声的那种讲。嗯。这有什么好讲的？他就是嘴巴比女人还碎，太可怕了。对，就是很嘴，就是很想骂脏话。我昨天就是在 KTV 的时候忍不住想骂。每一首歌你知道吗？都说是最后一首，然后别人唱歌就一直捣乱。哎，我去唱一首《日不落》。你是把我的玫瑰删了吗？没删，我切了而已。给我唱一下。哎，我的怎么还切不上去啊？刚才不是切上去了吗？不要吵，让我唱。行吗？切一下。又是你的歌啊？没有，我唱最后一首就走了。你每次都守最后一首，人家导游都多少首没有？我是最后一首，然后就睡觉了。怎么是他的？他没有唱歌啊。出去。对的，他已经得罪了团里每一个男孩子，女孩子也差不多得罪完了。你看哦，帮搬行李啥的哦。你力气小，你可以不搬重的，没关系。对，嗯，你要做个样子也好啊。你大明星，我们都助理，你都等着行李帮你抬好到你面前。是的。来，咱们东西拿一下啊，看好自己箱子。Thank you。没事。我们到啦。你往外运吧，我们接一下。对。你都拿到十一楼可以吗？所以你说，为什么我无所谓？他把我的语音给大家看，我给你播一个语音，不要放了，不要放了，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什么人，心里有一把尺啊，我还需要担心吗？是，我一切都好，我都无所谓，但是我不欣赏你不正直，对，你要讲话礼貌，尊重别人，最起码的，其他都可以。他真的得庆幸一件事情。这些摄影机全部保护他，有道理，真的，不然估计奇迹奇帆每个都要坐在一个轮着走。什么东西？哦，他是什么？他觉得我们团的气氛是他带出来的，你懂吗？他就想太多了，他觉得他是来带气氛的。你真想太多，你想太多，你是干嘛？专业主持人。哎，我今天拍的照片都没有睁眼睛，因为睁不开。我也睁不开，我就戴着墨镜，我都闭着眼睛拍就好了。太聪明了，下次我也要这样。哎，你被强行营业的样子真的好好看。我不会发出去的，放心。强行营业的样子。请注意，我们现在到火车站了，把身份证件和票拿在手上，走走走走吧。宝妈，先进去。宝妈，来，给我过。没事没事，不用。来，杰哥，辛苦你了。动啊，你搬不动吗？没手啊。哎，还有你啊！哎，怎么叫辛苦？我应该帮你拿，是不是啊？
没手啊，我当助理啊，欠揍是不是啊？啊！你看，不会让全国观众看看你的样子、啊？干嘛啊？啊！我问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？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你出来过来一下，你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！不要激发。我不太搞得懂他的脾气，然后我也不太搞得懂他要发火跟暴怒的点。那我觉得你到底在干嘛？你的情绪会不会起伏得太大？沟通一下，来来来，去，放松，像个男人一样过来，放松，放松，他这种类型的，放松，不要跟他放松啊，跟谁说话？对，邪门歪风，坐下。今天的事情啊，有点累积了。坦白讲是累积，在我的观念里，所有的事情都要建立在人与人的基本尊重、基本礼貌，这是最起码的基本。但是贤贤现在连最起码的基本他没有做好。他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。我那个扛箱子，我就说杰哥辛苦你了，我就是想请他就是帮我拉一下或者怎么样。他心情不好是吗？就不要理他了啊！你不要说话了啊！不，他刚刚在那边，他是这样。哎，杰哥辛苦了，把我当助理啊。不是，的确，大家没有义务去帮别人搬箱子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我觉得是对的。他叫什么？孙子显啊。啊？哎，他叫什么？孙子显啊。294。孙子显。啊？我跟你讲。有事我们就沟通了。不是，你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了？态度尊重，你不尊重人，你不尊重这里的每一个人。我怎么不尊重你了？我应该帮你拿行李吗？我刚才就是问你，一个大老爷的没有手吗？每一个人都在帮人帮忙拿行李，你没看到吗？那你就告诉我，让我自己拿就好了呀。我讲了，你没手啊。对啊，后来我可以自己拿或者怎么样呀？态度啊。你跟谁说话？走，我们可以先进。辛苦了。孙志贤，下来。哎。我就刚刚越走我就越生气，怎么回事？这旅游团要散呢？杰哥，你们刚刚什么问题？我帮着那个宝妈，还是谁的行李？反正我一手一个大的嘛。孙之贤，人家在讲话的时候把手机放下来，起码的尊重，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。反正我，扛上那个楼梯嘛，我的就放在下面嘛，我又再下来，他把行李箱往前面一推，杰哥辛苦了，哎，杰哥辛苦你了，干嘛你搬不动吗？没手啊，哇，你什么意思啊，小兄弟？因为我拎不太动啊，那个那样的楼梯，我可以帮你，所以我当时就请，我是请你帮忙，你没有，我说杰哥辛苦你了，我是这么说的，我可以帮你拿，但小兄弟，不是这个态度。你前面还有什么事儿？前面有一天呢，第二天，反正他就是拿了我放在桌上的房卡了，然后他要出去了。杰哥可以进来吗？我要刮胡子，然后去采访。反正那个手机给我，然后我把那个大家的对话拿出来，让他听一听。我听过一部分，是他拿出来给大家听的。我给你播一个语音。我告诉你哦，你跟我讲话最好客气一点，免得哈说我讲片面之词，诬赖你。主意，你没有卡吗？你还是没有卡吗？我觉得这张好像是我的，因为我是开进来的，然后放在桌上。就这样，我多问了两句，他打给我的是什么？你拿的是我的卡，我怎么会有？我又不知道你的卡在哪里。
不对呀、啊，他拿了我的房卡，好吗，赵姐？我为什么生气？我只是多问你一句话，你不耐烦什么东西啊？在我看来，这其实都是很小的误会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跟我计较和跟我在意这个事情。孙志贤，你把墨镜拿下来。这样吧，我先一样一样的回应一下哈。那天我是晚上，我赶着要去商场买东西，然后我就给你发了那些文字，我说请你不要带文字理解，然后包括截图也是截的是全的。截给他们看干嘛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那天情绪有一点波动。他是情绪不稳定，你就搬出来就好了。那你没必要给他看这些内容啊。不是说我情绪不稳定，这个话我要更正一下，我情绪一直很稳定，但是啊，我就是真的很不喜欢大家没礼貌。我跟你说，这是他身上最致命，而且没有人能跟他真正交心的原因。别人跟你讲的秘密，别人给你发的微信，这都是私人的，你跟他单独的，这就是你没有真心的人跟你交往。因为人跟你接触完之后就知道，秘密你永远守不住，跟你说的自己私人的东西，你可以以你的方式解读给别人。为什么我主动跟他说意见？孩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没人想跟你一起。你为什么明明知道他这样了，你们俩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人，非得拼在一块干嘛呢？你觉得你能感化他？我觉得贤贤跟赵姐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他们没办法交流的时候，那你们就还不如不交流，不要去把这个矛盾升级。你就跟你喜欢的人玩就可以了，这种就鸡毛蒜皮的事，13天能忍就忍就过去了。你没有人说旅行团出来要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回家的，你是来自己旅游的，不是给自己添堵的。不开心的话不听了，对吧？在火车上，学冬不舒服也好或干嘛的，他还是一直在维持他在这个团里关键时刻该有的一个作用，他就像一个协调润滑的一个角色。对于刚刚这个表现呢，我也是让大家受惊，我也感到抱歉。在陈学冬主持的情况下，我们有进行一些沟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沟通还是蛮失败的。那我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，那就这样好了。前因后果了解了以后呢，其实我觉得贤贤还是有自己的问题，而且很多时候他的这种外在的一些表象啊。谢谢你，孙先生。什么玩意儿？准备死的，不录了。他们今天不把我请回去，我就不会说话了。我如果真的在普通的旅行团，我可能从头到尾都不会跟这样一个人去接触。贤贤嘛，赵姐说的非常对，他对人不够尊重。贤贤最后讲。我不想听。谢谢，我不想听。谢谢。河南语是怎么说啊？比如你给我说一句，我看一下。哎，我现在想休息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好。为了自己，他会就是不真诚，会去伤害朋友。特别像养蜜蜂的。现在我找到了李姐姐的素颜照，可以发吗？这件事情还是蛮刺痛我的。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单亲妈妈，所以你对我没有敬畏心。我觉得他的性格是有缺陷的。他确实是不是对每个人都尊重，就捧高踩低的那种感觉。他为什么要跟我们抢戏？出去！我比听到东东那天还高兴。真的哈？对对，聊高兴吧。也许他心里根本不认为他有问题，他甚至也不服，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一切，我这样讲这样弄，都无所谓，这种小事情啊，为什么你们要那么在意呢？所以造就了今天的这个状况。造就了今天大家对他的想法。啊，我这边说完了啦，反正纯粹就是对他这个礼貌上呢有点意见而已啊，就这样。好，今天晚上除了孙志贤，前面还有一个哭的就是你呢。天天被宝妈妈这样子说，他凭什么这样说我妹妹啊？就是我妹妹。好。你们两姐妹闹情绪的原因，是因为宝姐姐觉得依依不配琪琪，对吗？没有，有一些话说的也挺难听的。作为姐姐来说，我是不喜欢的。她不配你吗？配不配？琪琪就是有压力了嘛。每天管人家的事儿，这么闲呢？睡觉都不用睡。因为你说话文化程度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
毛姐姐以后也住嘴。今天晚上除了孙之贤，前面还有一个哭的就是你呢。天天被宝妈妈这样子说，她凭什么这样说我妹妹啊？这是我妹妹。好。你们两姐妹闹情绪的原因，是因为宝姐姐觉得依依不配琪琪，对吗？没有。有一些话说的也挺难听的，对吧？作为姐姐来说，我是不喜欢。对，因为你要护着你妹妹。就是一次两次我 OK， 但经常这样说，我就不喜欢。他不是在朋友圈就是公示你们两个的关系嘛，然后大家都很震惊，就说白了就他谈恋爱就很认真。是你公开了吗？没有啊，他打算谈一段地下秘密爱情，地下道爱情，叫分手吧。男人不在朋友圈公开的都是渣男。姐姐你不要踩我脚了，我错了。我是觉得莫名其妙，就是我走到现在这一步，我个人是懵的，太快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现在有人很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谁啊？坐在你旁边的人在痛苦嘞。你一句话，我琪琪吗？琪琪吗？你痛苦啥？太快了，所以要成长的，一定要成长的。你就是要补课。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东西。哎，宝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补我的课？你为什么不补琪琪的课呢？因为你说话我文化程度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宝姐姐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挺尊敬她的，但是如果你一涉及到我的亲人，我就会不开心。我就是护短，就是护短，我护狗的嘛，你知道狗护主人嘛，我就护家人呗。就是我觉得宝姐姐总是比较，就是琪琪跟依依的爱情，就感觉就是依依把琪琪给找到了，就是依依好天大的福气。但我觉得是对双方都是福气啊，依依是有福气啊，也有福气，怎么没福气呢？因为依依就有人照顾她了，你知道吗？依依现在很需要有这样的爱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觉得，我觉得琪琪不成熟。是啊，本身你们就是一份真爱了嘛，哦，那就更好了呀。就这么简单呀？我是觉得一份还要那么复杂干什么？你说我们两个的感情需要一些东西来维持。是，我到时候晚上再跟你们谈。对，好累啊！整个的说话的内容都是程度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是我还是我们？整个。宝妈，先进去。宝妈，你怎么了呀你？我觉得大家简简单单挺好的。突然一下，宝妈告诉我要圆滑什么。本来就觉得琪琪比依依小3岁，然后我觉得琪琪不成熟，她只是很有责任感而已。天天被宝妈妈这样子说，她凭什么这样说我妹妹啊？这是我妹妹。好。我就问琪琪，你觉得这个女朋友，你跟她交往的话，她不配你吗？配不配？配，是我。那好，这个问题就打住了。琪琪自己说配，所以宝姐姐以后也住嘴。人家自己情侣她觉得配，那她就是配，这是人家的事儿了。觉得我也觉得他们很配啊。他们心里觉得你老是说依依配不上他，就是你的话语里面可能带着因为你对琪琪的喜欢，觉得他像儿子一样疼，对吧？找到了一个女朋友，当然你像一个他妈一样去管着挑女儿了，那你要求各种多，就姐姐就保护妹妹了，对吧？那现在你儿子说喜欢，他就是喜欢，他人就觉得配，那你现在啥心态？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很配嘛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他们两个人是很配的呀，只是我是感觉，因为大门刚才说了一句话，微信上要把那些晒出来，分手吧。男人不在朋友圈公开的都是渣男。姐姐，你不要踩我脚了，我错了。围绕着这句话，所以我就在跟他说，这个晒不晒是不重要的，我们在讨论的是这个话。不是每一个人要展示一份爱，放到网站上去秀一下，就是代表了这份爱是纯真的了，代表了这份爱是坚定不移的，这些东西是需要去彼此之间的营造的，我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就变成给到琪琪就是有压力了嘛？压力这个事儿是他说了算的，他不晒谁都逼不了他。那琪琪自己怎么说呢？
可能宝姐看我的表情是因为短时间内觉得发展的太快，然后对呀，对呀，有些不太开心，然后正好被宝姐看到了。我是觉得很快，我是觉得莫名其妙，就是我走到现在这一步，我个人是懵的。其实我现在压力挺大的，真的是啊，已经看到你压力很大了。对、啊、压力大他就自己去解决，你不用去帮他解决，就好像是他们俩情侣的事儿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他们发展的这么快，我们也没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啊。啊，我们在促好的时候推一把，在人家有压力的时候再拆一把，每天管人家的事儿，这么闲呢，睡觉都不用睡，对吧？我就不再说了。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你们两姐妹和宝姐姐都没有错，错的人是琪琪。没人逼着你去跟他去表白，这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。这是我们说实话，这十三天能谈成什么恋爱？你们俩只是有一点情窦初开，两个人有一点感觉而已。这一趟旅程结束了，再回去你才是你自己的恋爱的时间。你现在考虑这么多压力也没有必要。我想跟他们两个道歉，就是因为是我自己没有把态度表明出来，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应该跟宝妈好好聊一聊，就是我跟依依之间的事儿。应该今天这是应该是我站出来跟他们聊，而不是你，是我自己有点怯场了。因为你年纪还小，你97年，你也没有这么多的经历。我觉得一个家庭，如果一个家庭能散，一定是男人的责任。就这个男人没把自己的母亲，你的伴侣的母亲，把自己的老婆，把自己的女儿，这四个女人关系搞好，那就是你的责任。我们会处理好。好了好了，从今天开始好好相处了啊！我们全部是归位，睡吧，大家睡觉。作为一个男人，我觉得昨天的所作所为是很没有担当。东哥他自己也身体也不是太舒服，还要来处理这些事儿，所以还是挺愧疚的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累，我真的不想他们有这种需要我的时候。我在这个团里面，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润滑剂。他们肯定有开心有不开心的，不可能是说一趟旅途都没有风波。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我在这趟旅途当中是让这些摩擦变得更小一点。请你，谢谢。什么吃一根？随便随便，一切随我便。这是我的工作成员。超好吃。嗨，各位，差不多到了。大家可以去参加那个耍把子了。什么叫耍把子？就娱乐，是玩游戏。大家都对忙完了嘛，就会到那个草把子上，对耍把子。哦。我也站着，我们可以那个，我可以穿过去吗？可以可以。哦，你这好看呀、啊，袋鼠。啊，你这很好看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很黑怕、啊、这样穿。为什么要这样穿啊？你这样子好卡，好卡通。有，还有个衬衫，哦，对，这个先穿，衬衫是穿里面的。哦。其他人都拿了吗？这是什么？一只，一会儿一只可以脱掉，然后一只或者两只都可以脱掉，两只脱掉方便一点，你可以这个穿了之后。哦。嗯，也先套头，这个腰带是不露出来的。绑在前面，直接这样绑。哇，好帅啊！等一下大家选好衣服，我们大厅集合。好。大哥，这就是我的保镖，这是高级会计。哎呦哎呦，这个，你说哪来的？牵马的马夫，马夫，走前面牵马。老板好。哎呀，这条村子就为啥没女的呢？
这不是那个谁吗？暴龙，嗨！哇哦！哇哦！哇！哎呦！谢谢你，好看吗？服装 OK， 好，我们直接原地跳一个，我们就去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到了。欢迎大家来到橡木军村耍坝子活动。每年的夏天，咱们的村民忙完了，农活就会聚在咱们这个绿油油的草坝子上，吃吃喝喝，唱唱跳跳，放松的度过几天。那么今天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什么烂姐扎西姐嘞，对，好 happy 啊，去看一下摔跤吧。行，你们谁上？怎么摔先告诉我，不能用手的力气站。如果说站，你管站起上来了，但不能用脚站啊。算了，下一位。老爷吧，让黄老爷来试一下吧。老爷帽子和墨镜，老爷，全村的希望，全村的希望啊，老爷，老爷加油，老爷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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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，敬业三。老板，加油！老板，你可以的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老板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老板昨天才吸的氧。又要去吸氧？我还吸的氧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敬你胜券，走。算了，不算了。好，下一个项目，来试一下吃糖子。袋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拉米拉米拉米，成都范儿马上就走起，我身上爆发的小宇宙就像我胃里面燃烧的酒精，所有的黑糖你露面，不要再给彼此讨论，放在你手上，请你讲给我，全部都在推倒，你都快点让我去打发卡卡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老板加油加油，脚怎么样？脚放在手两边，脚放在手两边，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好棒好棒好棒，哇，老板，没有，不错不错，没摇起来，为什么？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再试，加油。
耳风啊！来，马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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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啊！看到的这个被称为 geten， ge 就是脖子， ten 就是拉的意思，就是说用脖子来拉。谁来参与一下？能不能我们一组，导演组一组？来来来来来，对啊，要拔，导演组来拔。对啊，韩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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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可能两个人才能拉得过他。我来，来大叔，眼睛眼睛。还没开始，已经结束了。我们输在重量，我们没话可说啊！恭喜安叔获得年度最胖奖。我觉得整体打八子的气氛都非常的愉快吧，都是一些比较热闹的活动。我自己是觉得老鹰捉小鸡还挺有趣的。好累，缺氧了。高原，高反。然后吃过茶喝了好几天，所以就是在现场尝试了一下，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打地图慢慢打，就是完成率。快一点，嗯，快一点。用这个来这样拿，然后这个往上，好像要滑雪。放松，这个脚放松。啊，就是这，好复杂。为什么在连续有几天这个耍霸里的活动，就是他忙活了一整年，就只有这七八天的日子去玩一下，因为大家都住得离得很远，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挺有意思。大家回去休息一下，准备晚上耍霸子晚会的节目。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今天晚上下跳舞，左耳。唱歌，我弹吉他，然后我唱，但是自己还会再唱一首。老板跟云灯给我伴舞，好，搞定。今天那个草地就是这样，这些都是人嘛，这就是火堆嘛。以前我也唱的歌，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多，而且有袋鼠一起去研究编排，哪个出场哪个出场，哪个表演什么那个表演什么。我先解释啊，大家今天去过那个草地啊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圆形。左耳第一个唱，第二个南地，然后娜娜夕阳，你一边跳移到 C 位。波波，你说这样一个策划吧，作为一个导演，你觉得团队中总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，还是还是挺好的。我们开始排练了，朋友们。来一个 move 是什么？ wave sorry， 来 wave， 简单教学，头，胸，胸 down， down， 坐，膝盖，膝盖往后，完整走一遍，一二三，走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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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波飘摇。跳什么？我们简单排一个开场跟结束就行了。哦，中间你们收了。老板还穿拖鞋，醉了。待会儿换，待会儿换。这都不动，就这样看着下面的人就行了。从这开始跳了，你俩，我就唱我的。
随便怎么晃，动起来！不要这样晃了，一直在晃、哦，不要晃。我可以给你们意见吗？可以可以，就很简单。啊，老师，你加入他们吧。F 四。跳机器舞是吧？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！来，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。因为你第一个出来就给他一个手指吧。哎哎哎哎，画一个正方形，嗨哎哎哎。好，天上，哎，地下，哎，地下，天上。可以吗？不料记得，哎。哎哎哎，试一下。这个很难，来我推过来看你们互动，好吧？And then one day it happened. They went off to the world. They went on to a journey idolized by boys and girls. They learned so many lessons in all the foreign lands. But no matter where they wound up, they never stopped the dance. 不管看几遍，六七八遍，都还是每一遍都笑得不行。这个表演是我个人最喜欢的。走吧，我们出发吧。亲爱的父老乡亲们，晚会即将正式开始。请旅行团的朋友们入座。哎，大家好，快掌声鼓励，跟喇叭对应，对应你要出场的地方。对，我以为很远，结果我那四步只能踏这一点距离。既然紧张吗？我有点被冷的想去上厕所。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，在座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的这场晚会呢，演出人员不仅有圣母居村的父老乡亲，还有来自各位游客请注意的朋友们。那么接下来，人青多吉和伽马多的两兄弟带来歌曲《Fly》。小女孩的声音会觉得是很惊艳的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最原始，但是也是最自然的。谢谢。
就欣赏各种各样的表演，很多表演我都没看过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经验的。都说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那么在欣赏完了，到我们了，咱们应该是要到我们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淡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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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远方而来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他们为了今天的这个晚会呢，特意精心的准备了他们的节目来送给大家。全部人来这边准备。对对，那你帮娜娜去那边准备哦，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。对，哎，没没，听听。就让娜娜先去那边准备。OK OK， 准备好了吗？那边。那首先把话筒交给错卡卓尔。淡定啊，淡定啊。淡定淡定，非常紧张，因为第一个记不住歌词，还有就是我也不是唱歌的，然后没有什么台风。来来，我们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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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三二一，加油！咱们跟康总。やってごらんなら、やや今回にだからそんさらで尽尽比茶やはし、本だなんぞよび茶ひこ。わてごごさらや今回にだからそんさらで尽尽比茶やはし。然后上去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不太紧张，可能是因为下边的伙伴们都，我都知道他们会听我，我跟他们说的，我说不管我唱的好不好，你们都要为我打气啊。Love is cold， 我想我不能承受，阻止不了的伤害，你和我都没来得够。You never know， you should know， you better know， 沉默的空气和每个时候 killing me。Hey， I just can't figure it out， 像难解的数学题把我围绕。我再怎么用心，你还是把我推开，和下个 bad boy 讲恶心的对白。那祝你好梦 ，girl， have a good night。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也看过了许多
你给这个表演打多少分？我打100分，但中间有很多瑕疵，比如说像我就是开始胡编乱造那些歌词，就是我认为还是很完美的，很完美的。准备大显身手，战斗，看我一枝独秀。我真的亲口走，才算好看不？你不走，跳天后，就等这一刻。深夜里燃烧着像洪水猛兽，你是否也感受胸口那大火？欢迎跟我切磋切磋，或帮我加油。全能全全到肉，当作先手看笑容，我别人满足。故意盘的动作，肯定独步宇宙。我有把握，跟着我，我独占鳌头。本来想做一下衬托的，但是我发现观众好像没有明白那笑点，可能是一些藏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所以没有那么嗨。但是他们一看见袋鼠一跳舞，哇哦，就疯了，就嗨起来，全部都。袋鼠，袋鼠，袋鼠。趁着威望摆尾，口上熬出头昏不得，闭上眼握拳头，机会你要掌握，我不再做梦梦梦，要你记得我。看我一枝独秀。我觉得大家都嗨起来了，已经一连串的表演，又唱歌的，又弹吉他的，又跳舞的，从跳舞开始，大家已经嗨了。就从娜娜唱歌也嗨了，一步一步的飙上去，感动。男男女一起开始跳集体舞的那一段，让我突然觉得回到了童年里。因为像这种传统的歌舞表演，只有每年寒假去我外婆家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这种东西。今天当我在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当时好像差点掉眼泪了。然后我自己说戏不要太多，我母亲带着回来就 OK 了。这次篝火晚会，我觉得可以用很温暖来形容，又唱歌，然后又跟大家一起表演，这个东西是一个交流，然后也是一个分享吧。
明天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都觉得有留恋吗？啊，完赛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。为什么每天我的采访时间都比别人多好几倍呢？我这么好聊吗？还是我的语速比别人慢？没有啊，再慢慢不过杨洋洋吧。旅行快结束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来到了一个魔幻的国度，这不是一个很典型意义上的跟团游，它更像是一次冒险。印度的美食果然是不负众望，还是很好吃。处到了一些特别特别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对。这趟旅程马上要结束了，在所有的团友当中，你有没有交到真心的朋友？请写下一个自己的秘密。在告别晚宴上交给你最不舍的一位团友，你心里有人选了吗？讨厌死了。刘凡，好，这个东西呢现在就在我们的盒子里面。最后中集锦买东西的时间了，我们有 A 和 B 的选择。第一个 Colaba Market 里面就买一些工艺品，一些布桌。第二个艺术区，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。我去第一个古董市场。古董市场举手。都一起去吧，最后一天了，我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时光。我要去这里，我要进去买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买。嘎姐，你真的很很服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都太美了。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一点？我准备搞一个这个。这跟你健身挺搭。对，这些是我的。Go crazy！ 我有一个建议，咱们要不要就是再往后看一看？我要先把这个逛完。野心哥，啊，博物馆你去吗？有点想去，但是我想买东西，估计时间不太够。什么馆？博物馆。其实如果有时间，我肯定会去博物馆。大家对博物馆都没有兴趣，我去了，你去吧哈，小心。好嘞。最后一天了，我们不要分开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Too much fun。Too much， 你是不是待得很无聊？要看无聊的人吗？看这边。不急。我对逛街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就一个人来逛博物馆。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。你总是喜欢大家都是那么的活泼，大家都是那么的热情，觉得哎呀自己会不会有点格格不入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我有一些意见啊，或者一些看法。他不大爱说话，他几乎是我们里面最安静的一个人，喜欢坐在后排戴个耳机，会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。他想跟我们一起聊，但是他可能有一些聊的话题他没法加入。但我是很健康啊，鸡胸肉坚果。你每天只吃一袋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说坚果。对，坚果只吃一袋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吵？你这么安静。不会不会。要不换个。人都齐了吗？都在这儿吗？我说一个事儿，川是不是去博物馆了？今天是川的生日，真的吗？6/27。
对，我们给他准备一个蛋糕，完了以后看一下晚上怎么给他庆祝一下。好的好的，突然间给他一个惊喜。耶，他会哭吗？我想知道。除夕要不要一起买，还是一人买一个？还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买一个怎么办？他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？给他搞一条毯子。我觉得这个红色的孔雀作为就结婚礼物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很好啊。OK。在隔壁有一个卖蛋糕的店。就写 Happy Birthday， 祝川川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可以可以，他那个太弯了，但没关系。今天晚上是流星团最后一顿晚宴，大家可以准备一下。明天就可以下班了。明天就可以下班回家了。哥哥。想你。是个晚宴，好吗？爸，导演应该很喜欢这条衣服吧？好饿呀！哎，这是咱晚饭是吧？天哪，这还我们是没钱了吗？炒饭。炒面。哇。鸡块，赶紧把自己塞饱。浩然的盘子全是光的，你看。现在大家是不是特别热啊？那我们吃点甜品。吃啥呀？随便啊。今年夏天最解暑的冰品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一切随我而变。像随便一样，一切随你变。对，一切随我变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来，一期一会，我们最后一顿晚餐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海边拍过照片。对，秋川和尬姐吧。苋菜啊。我觉得就是让我跟尬姐走呗，对不对？这风太大，我这几个毛都快吹没了。就是让我们走呗。一期一会，我们最后一顿晚餐。对，我们俩想法是一模一样的。我知道你俩想干嘛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在海边拍过照片。对，秋川和尬姐吧，去海边拍一张自拍，然后回来给我们发到群里。非常好。苋菜啊！我们只想看一张你们的照片。尬姐，可以吧？去吧。可以吧？就我们酒店前面不就是海边吗？对呀、啊。待会儿，现在其实就可以过去，就在这儿。你看，快点儿了。你们俩去拍个 vlog， 快点儿了。互相说一说自己的对方的印象。走吧，五分钟就搞定了。走吧，可能要不了五分钟吧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？我跟你讲，我刚才这样子。你知道我跟尬姐直到我说川哥顺来，我说了这四个字她才明白、啊。赶紧这儿收一下，然后把蛋糕放到这儿。下雨了，水要快。是你说还是我说还是你一起说？maybe 是一起说吧。
你们就存心整我们啊？对。现在这么大的风，这么大的雨，让我们出来拍。哎，他说他们要说要拍多久啊？可以关灯了，一会儿。好，拿走。OK。哥。我喜欢印度，我喜欢大家。耶，35。爱你。vivo X27 夏日印象。啊，这是蜡烛吗？对，你试试。给我看一眼。这是烟火，什么蜡烛？搬到这儿，川儿一会儿过来就好，回来。上楼了，上楼了。搬到这儿，川儿一会儿过来就好，回来。上楼了，上楼了。完全不会想到会为我过这个生日。哇，你在博物馆的时候买的，真的太感动，龙凤呈祥啊！呀，真的感谢大家，感谢初心，真的感谢。感谢大家，我们所有人都出了一份力。他并没有脱离我们这个群体，只是说他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一点，不会说特别喜欢热闹，特别爱去参与热闹，但是，我觉得他也是在享受，在体验。非常非常难忘的，我会一直去记住这个时刻的。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儿啊，是不是给我们发了一个明信片？这个东西呢，就在我们的盒子里面。我要打开喽。请写下一个自己的秘密，在告别晚宴上交给你最不舍的一位团友。一个打开胡胜的。来吧，那就可以来吧，写给我的，写给我的啊，不可能，真的很讨厌。来吧，他可以不公开，是不是？弟弟可以自己选择公不公开吧，因为这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。不公开。好 ，OK。哇，他哭了，我第一次见浩然哭哦 ，Oh my god！ 和浩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多，而且他也就很爱跟我一起玩，大家很多的兴趣爱好，只不过比他大了十几岁，对，就把我当一个这个哥哥看。又是一个寂寞的单身派对，仿佛没人参加，只有我会想去。那我想吻你一下行吗？哥，你可以吻我，因为咱俩臭味相投。我是我哥保镖，爷们儿。人家这虫子，不要害怕他。以后有什么害怕的告诉我。好。是我给你，你就。道别的路口，青春带走了什么？就是一个老小孩吧。外表看起来很成熟，其实内心跟个孩子一样，很二很二的大傻小孩。你俩真的是很无聊哎，叫大哥，大哥，
以后还敢冒犯我吗？不敢了。就是我跟他很像，很多点跟他都很像。想你。先去上个厕所，真的，我要控制一下我的情绪。我真的很讨厌，讨厌死了。Vicky， 你真的超烦人。干嘛搞那么悲伤的歌啊？真的是。哦，进不去。啊，上女厕好了。拆。给尬姐。第一次见到他呢，就是非常非常的自我，他很嗨，很自来熟，很放得开。大姐呢？ Come on！ 接触时间久了以后，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。哪有无私奉献啊？你自己都不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就是他们明明在开你的玩笑，然后你也没有生气，想让大家开心，我觉得。是非常好的，这就是无私奉献啊。盖姐，给穿。哦，发生了什么？川儿呢，就是一开始的老中医一样，很正经，很严谨。中医来讲的话是没有炎症或不炎症的说法，你认真一点，你干嘛？轻点。听着，我这个按摩和那个点穴按摩是不一样，相处方式不一样，都不会踩到对方的雷区，然后交流起来也挺开心的。OK， 哥的，给你。哦，给我的，那我要打开哦。很简短的一句话，但是我出乎意料的他的一个秘密，但是我不会说的。他是一个很健谈，整个思想深度可能是超过我的一些对艺人的偏见的。我觉得是一个很充满力量、充满这种刚毅的、坚定的这种感觉。然后通过深入的交流，发现是一个很细心呢、很豪爽的一个人。爷们儿一点儿，啊。Oh、my God， 我呢？我不太习惯。我一人一封信。我不太习惯，就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去说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感受。对，嗯，所以我也想给每个人留下一点纪念，然后就用这种方式，把这个东西交给大家。来。滴滴的，这个是 OK 哥的，这个是露露的，谢谢。这个是川儿的，老胡，洋洋，谢谢，尬姐，亲爱的尬姐，咱们从彼此陌生到一起住了8天，你的激情、你的性格，还有你的豁达。都是我非常欣赏的。浩然弟弟，第一次见到你，就觉得你身上的少年气特别吸引人，
阳光热血，还有点呆。疼吗？不知不觉中，也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弟弟一样。亲爱的川，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年轻、这么帅的中医。你放心，这里不疼。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关心和照顾，都在心里了。OK 哥，我发现我很喜欢跟你交谈，觉得你是个很会思考，而且很有趣的人，沉稳中透着对这个世界的好奇。愿你继续带着仙气儿，做一个勇敢的凡夫俗子。老胡，你像我们的班长一样，正直能主持大局，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大家，还逗大家开心。亲爱的洋洋，你是一个很会收拾自己的女孩，讲究有礼貌，看得出来你很孝顺，在温柔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很强大的内心。愿你和老胡幸幸福福一辈子，回上海约。他说，露露，你很真实，不藏着掖着，看见你落泪的那刻我有点心疼，但是更想告诉你不要怀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好意。还是露露，我们都很喜欢你，请继续做自己，有任何不开心如果想起我，我还很欢迎你的出席。亲爱的 Vicky， 谢谢你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与关心，更谢谢你带我们来了解什么祖父多菜的印度，一把来自中国的自修扇子，希望你喜欢。你们真的很讨厌。所以来之前一直在写这个信。我也不想说提前去写它，提前去写我觉得都不够完整。我想要把这十二天的他们满满的看在心里，看在眼里，然后再写出来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全面一点。其实他在时时刻刻的在看每一个人的性格是怎样的，当很多东西不能面对面的用语言去沟通的时候，他会选择用纸笔记下来。就我觉得我们俩有个共同的点，就是心里很脆弱的时候不敢暴露出来，因为更厚的茧把它包住，好像很坚强。觉得我被 OK 哥说中了。但有时候暴露你的脆弱也是一种魅力吧，人不可能永远坚强。再坚持一下我们就到了，加油哟。你靠着我给你把你的头稍微翻一下。不用，我觉得我需要我就好。你现在有什么不舒服？心悸，喉咙紧痛。太阳吗？谁给他的？他粉底。哦，这不能倒影。累也是一秒，开心也是一秒，坚持一下。我多了好多个朋友，因为平时能接触到很多陌生人什么的，但是不会说有机会去交朋友，但这十二天完完整整的我有时间去交朋友，就真的是多了这几个朋友。你这个真的是小弟弟，真的是，我没有想到他会哭，因为我以为他从头到尾是不会哭的。我不是说，我说因为这是一个节目，所以我说我要哭，我觉得这样特做作。我刚一直忍，我就觉得一开始我就特别想早点结束这趟印度旅程，然后想回家，然后现在就离别的时候就觉得特别舍不得。印度还可以来，但是这群朋友真的就是交了。
比较期待我们日后的聚会。这里是包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楚曦。所以现在是有人在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直播，从来没有直播过。有什么那个多多指教哈。然后。我身边这位美女，相信大家一定对她很熟悉，看看。我们的狂暴巨兽尬，主持人老胡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啊，这样显发线有点高。然后我们的弟弟在这儿啊，弟弟，然后那边是他老婆，那边是老胡的老婆，不是弟弟的老婆，是老胡的老婆。然后这边是东鸠针灸小哥，针灸小哥。这边是 OK 哥，是我们的高学弟那个学霸，然后这边是他的女朋友，他把女朋友带来了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被我叫成大叔的这个露露，嗨，你们好，露露，然后我们今天都从各个地方走一下，然后从五湖四海赶到了上海，一起看这个我们进入的第一期节目。哎，有我们了，有我们了，剪头发，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很高兴这15天给我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已经结束了，五味杂陈吧。整个徒步活动就结束了。啥也不说，就是嘎嘎喝。记住现在美好的这一刻，给大家的陪伴，你们把我带出去，看了这个世界，谢谢你们。交到你们这一群朋友也是很开心。知道这里有隐藏剧情，我就是想对最爱的人说。天哪！加不加？赵子，有点慈悲心可不可以啊？气过了，所以我的慈悲心被你们说成出卖。